也很想你们啊。没事的，你们过两天就会看到我了。蓝色宝宝是我爹。没有，他们在三亚。他们都在三亚玩。加热的画面，怎么灰灰哦？他要拿个口罩，应该不行吧？还是那稍微打一下枪，出来很快就好，很快就好了。现在各个地方不是又有那个疫情了吗？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。网红，我不是网红。谢谢。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吗？我们可以交流呀。冬虫夏草不需要，因为我那个表哥他们自己就是做那个冬虫夏草的。减肥就不必了吧。发新歌，明年肯定会发很多新歌的。因为我很庆幸我又回到了一个音乐公司，音乐唱片公司，所以呢，像艾维克斯，那作为一个音乐公司，它肯定是会给我们不停地发唱片的。过年的话应该是在成都吧。日语专辑主要是在疫情回不去了。黑哥房啊，我也不知道了。今天参加了安多卫视的那个藏晚。然后，然后可能二月份要参加康巴卫视的藏晚吧，到时候会唱一首新的藏语歌，希望大家期待一下。干巴尼玛斯。我觉得看到这个发型，我想起了日本的，就是光着膀子，然后有点胖胖的人，然后光着脚在那里打太鼓的样子。我马上就会变成那个超级玛丽里面的那个蘑菇了。不要催，我们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谢谢支持。不是，我在做护理，不是搞什么大波浪。而且我今天想把头发剪了，因为我真的我这个性格真的不适合
适合长头发。老师，你看一下那个小松在不在楼下，在的话回去帮我拿一套那个贴的那个指甲嘞。不在就算了，我不想回去了。想问一下大家，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心愿吗？你们现在打在这个公屏上，新年的愿望都会实现。你们没有看到我仙气飘飘的样子吗？考研成功是吧？好，你的愿望已经收到，家人平安健康，见我。哇塞，下雪了，这边已经。那你把你凳子放低点吧，没那么累的。我压不下去。太差了，亲爱的。我刚压了半天，压的。暴富。好，谢谢。拿到驾照。我看你的脚太累了。谢谢啊。找个哎，哇，上春晚，平安健康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咋了？咋了？掉下来了。这个拿一下。